过到生日了，也太幸福了吧！偷笑什么？提早过生日嘛，生日不好吗？怎么那么突然啦？许下愿望，愿望，这个太突然了。我要许愿望，就是第一个愿望呢，祝所有姐姐们，还有所有在场的所有人，都能够身体健康。每天平平安安，每天喜乐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希望大家加油，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在最后一周的时候努力做好最好、最美、最棒的表演，因为我们是最棒的。好。What?